干净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梦阳，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今天是美东时间十一月二十一号星期二，亚太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二号星期三。刚刚在旧金山见过面，拜习准备再见一次，但是我觉得胎死腹中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习近平想见拜登有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除了要承认自己是独裁者之外啊。 美国在南海已经开始了一个大动作，是直冲中共的气管儿。另外呢，中共内部的问题也很大。别看习近平的语录已经出现了，并且还在新《百家姓》当中把“习”放在了第一位，实际上啊，习近平在今年年初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知道中共要完蛋了。有两件事儿还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心所向。 昨天呢，有一位天津网友给我发邮件，询问我扁康丸是否正宗。看到这个问题，我首先一愣：扁康丸怎么还有正宗不正宗这样的说法呢？另外，他还询问说，扁康丸真的对肺部有帮助吗？网友呢，在邮件中啊，提到了一些现象：北辰儿童医院，也就是天津市的北辰区儿童医院，有三千人挂了急诊，医院大厅里挤满了孩子和家长。 而且呢，他还提到天津儿童医院就诊人数更多，每天都有一万三千多人，这是几个月前的十三倍。而且啊，很多人是反复感染、反复发烧，但是对这波疫情，官方是没有解释，专家也不说话。所以呢，这位网友啊想咨询一下扁康丸的相关情况。看了这个网友的邮件呢，我先咨询了一下扁康丸的服务人员。 发现网友问到是否正宗这个问题啊，还真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确有不少带有“扁康丸”字样的产品，可是呢，那些都是鱼龙混杂，不是真正的扁康丸。那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绝对的正品，保真，我在用自己的信誉向大家担保，产品绝对是来自厂家。 《黄帝内经》里边认为，人的肺呢就像是人体的这个宰相一样重要啊。传统韩医也这么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像常见的鼻炎、哮喘、皮肤病，还有重症的肺病啊等等，这些呢，不论是中医还是韩医，他们都认为这是因肺部积热和痰湿引起的。在驱除了肺部的这个积热之后，身体其他部位自然就健康起来了。 扁康丸呢，它可以使人体的肺泡再生，使扁桃体健康，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肺部和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可以说是标本兼治。但是大家可不要以为扁康丸是药，它不是药，它是美国 FDA 认证的无毒天然保健品。它是由二十多种天然药用食材制成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呢。 孕妇也好啊，小孩也好，都可以服用。但是市场上带有“扁康丸”字样的那些产品，我劝大家一定要慎重购买。我呢是采访过著名韩医扁康丸研制者徐孝熙院长的，前边的一些节目当中呢，已经向大家展示过我采访他的视频了。所以我向大家介绍的扁康丸都是正品，绝无假冒。 在今天视频下方有扁康丸全球服务中心唯一官方指定网站，首页右下角呢有专家咨询，大家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直接进行咨询。那这部分内容我们就谈到这儿，下面来说今天正式的话题。拜登和习近平啊又要见面了，白宫官发言人科比今天表示呢，说拜习两人在旧千山会面之后，双方已经同意将再次会面。 只是还没有敲定具体日期。不过，我觉得现在谈论下一次的拜席会，有点为时尚早。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地点都悬而未决，还没有定下来。根据各项国际峰会的召开时间时段，发现呢，明年在巴西举行的 G20 高峰会期间，两个人有可能会在那儿举行一次场外会议。这是两个人都出席同一活动的最早时间。 也就是说，下次可能的这个拜喜会还得在一年以后呢。可是，在这一年当中会发生些什么呢？谁又能知道呢？我觉得起码有三个问题，习近平必须要面对。第一，他要面对得接受“独裁者”这个称号的问题。就在同一个白宫记者会上，记者呢再次问到：拜登是不是还会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 科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总统明确表示，他被问到一个直接问题，他给出了直接答案，他坚持这个直接答案。”科比的意思就是说，拜登仍然会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习近平愿意听这个独裁者吗？愿意顶上这么一顶帽子吗？如果习近平想再与拜登会面的话，那就意味着。 他已经接受了“独裁者”这个称呼，承认独裁是事实。如果中共党魁不接受这个称呼的话，那几乎就没办法再跟拜登会面了，即使会面也是非常尴尬的事儿。所以相比较而言，默认接受“独裁者”这个称呼，对中共党魁来说呢，其实并不是很难，只要脸皮够厚，装作听不到也就完了。更难接受的是后面两件事儿。 一个是南海问题，一个是台海问题。台海问题啊，我已经谈过很多了。那我们今天只说一点南海的问题。今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美国与菲律宾已经开始在南海海空域的联合巡逻，一直到持续到后天，也就是二十三号感恩节当天。 马克思指出，这是美菲七年来的第一次联合巡逻。这一重大举措证明了美菲致力于加强军队互操作性的承诺。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菲律宾军方派出了三艘军舰和三架战机，美军是派出了一艘战舰，还有一艘海上巡逻机和一架侦察机。从马武利斯岛附近开始。 双方联合向西进入南海，美菲扩大联合海空域巡逻，针对性那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美菲联合巡逻之前，中共跟菲律宾之间就南海仁爱礁附近这个海域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日益激烈的对峙了。中菲双方都表示对这部分海域是拥有主权的，特别是中共的新版地图。 声称拥有主权的范围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南海，并且呢还在声称拥有主权的几个岛礁区域增加了海警力量。那如今面对着美菲在这片区域扩大联合巡逻，中共是默默的接受呢，还是像以往一样针锋相对、咄咄逼人呢？这就是习近平很头疼的一个难题。 如果默默接受的话，那人们就会看到以往中共针对菲律宾的那种张牙舞爪，不过就是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流氓行为。如果中共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那么美中之间会不会发生摩擦呢？甚至是冲突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以中共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大家想，习近平还会跟拜登再见一次吗？ 会不会在怀胎中的拜喜会发生胎死腹中、早早流产的情况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今天呢有网友晒出截图，中共央视啊，CCTV 六电影频道又开始播放《长津湖》了。截图中呢，里边可以看到下午四点四十六分安排的电影就是《长津湖之水门桥》，大家都清楚。 在拜习会之前不长的一段时间，中共已经撤下了一直在滚动播放的《上甘岭》这部电影，改播的是《黄河绝恋》，就是热唱美中友好，为拜习会吹暖风。可是拜习会刚一结束，中共又恢复了常态了，播放《长津湖》，同样是反美的电影。 美中关系这种热乎劲儿还不到一周的时间，现在就已经消退了，又开始骂美了。那这种变化说明什么呢？习近平还会去和拜登举行下一次的拜习会吗？其实呢，会不会有下一次拜习会呀、啊？中共党会还需要摆平体制内出现的问题，这一点，习近平本人也有着强烈的预感。 在说这个内容之前，我先请大家看一点红潮的马屁文化，然后我们再来说。有网友表示，上海书城迎面全是习近平的著作。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习近平的著作早已经是全国图书销售榜第一了。然后呢，有好事的网友还表示说，习近平几乎是每个月都出版一本著作，绝对是高产作家。 咱们也没办法考证那些书是不是习近平本人写的。如果真是习近平本人写的，那么他的这份生产力实在是让人钦佩。大家都知道，母鸡孵小鸡的时间是二十一天左右，中共党魁写书能力快要赶上母鸡孵小鸡了。另外呢，有人可能还记得《百家姓》。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阳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等等等等吧。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啊，就曾经教过我背诵，四个字儿一组，朗朗上口是有合辙押韵。所以呢，当时啊，尽管有很多字呢我还不认识，但是也能够背这个声音呢，这样背下来一些。 这是北宋初期的士大夫编制成书的，流传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据考证，这个百家姓形成地区啊是在吴越钱塘一带，所以呢，百家姓前四个姓氏是赵钱孙李。赵是宋朝皇帝的姓氏，钱是吴越国王的姓氏，孙是吴越国王钱处正妃孙太真的姓氏，李是南唐国主的姓氏。 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家庭姓氏，上下千年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是现在习王朝一切都要推陈出新，中共国是新编了一个新百家姓。网友呢今早发给我这段视频，其中显示新百家姓目录当中第一个姓氏是习近平的“习”。我是研究了好一会儿啊，才发现这不是四字一组。 可能是三字一组，习李章、余刘王、毛朱周、邓胡江、许莫韩、释孔庄等等等等。这样读起来似乎呢还有点那么押韵的意味。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前面十二个姓氏当中都是现任或者是前任中共领导人的姓氏。毛朱周指的就是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了。 邓胡江那指的就是邓小平、胡锦涛和江蛤蟆了。这叫个什么东西呢？把姓氏放在前面就代表尊贵了吗？就代表受人尊敬了吗？就不朽了吗？赵排的百家姓第一位，到了宋朝退场的时候，不还是照样让位给大元了吗？中共想把这样的这个中共领导人的姓氏放在百家姓的前边，中共就永远不退了吗？ 我不知道这是习近平本人的授意啊，还是下面的那些马屁文人为了拍马屁弄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还有一张照片，看着同样让人觉得可笑。大家看这个小红本封面上写着的是什么？习主席语录、习主席文选、习主席诗词和红色赞歌十首。我觉得五十岁往上的朋友啊，应该会有一些记忆。 这种东西在文革时期到处可见，不过当时写的是毛主席，现在变成了习主席，说明什么？说明老毛的那一套文革沉渣又开始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呢？是不是以后人们在干什么事情之前都得掏出这个小红本儿，高喊两遍“习主席万岁”呢？不然的话，弄这个垃圾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啊，他表面上是以反苏修、反美帝作为口号，以革命名义对那些走资派进行攻击，但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尝试着要重新回到中共的党的核心，以此来打击他的政治敌人，巩固自己的权力，搞这么个个人崇拜的东西。那如今在习近平统治时代，早已经成为了垃圾的文革，这些迹象又接连出现了。 中共又开始大搞个人崇拜了，意味着什么呢？已经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又要搞毛泽东那一套个人崇拜了，这是不是让人很怀疑呢？习近平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强力挑战呢？不然弄这些东西干什么呢？今天，《台湾自由时报》引述消息表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可能在今年十二月召开。 会议将聚焦推进中共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等问题，并且呢将要撤销秦刚、李尚福中央委员职务，同时免去李尚福中共军委的职务。我不知道呢，自由时报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我相信呢，这仅仅是一种揣测吧。三中全会呢会不会在十二月召开？至今其实并不明朗。不过呢，前不久。 已经被阿里巴巴收购的香港《南华早报》也提到了三中全会有可能在今年的十二月，不过呢，他们也这样说，有可能会安排在明年中共两会之前。咱们呢，先不去讨论三中全会究竟在什么时候召开，这个需要中共正式的官宣才可以证实。我们根据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来看，十六届、十七届三中全会这都是在十月份召开的。 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是在十一月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例外，习近平安排在了二月份召开，因为他要为了安排修宪连任，所以就多安排了一次全会。直到目前，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方面是没有任何说法，习近平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哪种毒药，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但是。 中共党魁已经是顺利连任了，第三任期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如今二十届三中全会仍然难产，这里边会不会有问题呢？恐怕这是不容置疑的了。我们知道，在中共的历史上啊，三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一次全会，它主要就是研究经济改革，这几乎已经形成惯例了，要为未来几年制定一个经济政策。 习近平上台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是通过了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九届三中全会是通过了深化机构改革的决定。根据中共以往的惯例，如果还有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话，可能也就是讨论一下中共特色的改革和中共特色的所谓现代化。但是，习氏政权这几年的折腾，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使已经积弊很深的中国经济问题更加突出了。习政权一直强调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而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却是不断的受到挤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政策环境越来越逼仄的情况下，大量的私企被迫关门破产了。后来又加上三年的疫情风控。 本就羸弱的中国经济已经是彻底死火了，而这里边已经伤害到了权贵家族的利益蛋糕，使他们那些利益受到了一些严重影响。台湾陆委会报告中认为，习近平现在如果继续推动中共式的现代化，继续搞什么共同富裕，势必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中共的外交和军队系统高层人士翻车，这个可能也在影响着习近平安排中共的三中全会。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亲自选定提拔的官员，但是呢，却都在任期当中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就双双落马了。我们不管这两个人落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腐败也好，贪腐也好，还是内斗的牺牲品也好。 习近平都得需要承担一个用人失察、用人不明的责任。尽管习近平是中共的老大，但是大家知道，他也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共的党内，其他权贵利益家族对他或多或少也是有一些制衡的。虽然呢，不至于影响到习近平的权利，但是问责的声音应该还是有的。所以三中全会难产呐、啊。 可能就跟上面这些因素有关，也就是说，中共党内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严重问题，限制了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决策选项。当然，这也是中共崩溃解体之前的一个体现。早在今年二月七号一次内部会议上，习近平就对中共的高级干部呢发出了警告，要防范政治风险，防止蝴蝶效应。 将小威胁转变为大危险，在本月早些时候，中共出版的《习近平论中国现代化摘要》这本书当中就记录着习近平的这些说法。香港南华早报还指出，最近这一年来啊，习近平一再强调要提高警惕，要求中共官员们进行伟大斗争，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究竟什么是最坏情况呢？ 习近平没有说，南华早报也没有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对中共来说，还有比中共崩溃解体更让中共官员感到糟糕、最坏的情况吗？不会了吧？习近平给中共的官员打防御针，是不是他已经预感到了中共行将就木，到了解体的时候呢？说到中共的解体呢，还有两个事儿必须要说一下。 今天凌晨，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谢利健在给我的私信中啊，写了一句话，向我表示感谢。我这才知道呢，他昨天晚上已经被免费保释出监了。随后呢，我看到了谢利健手捧鲜花，向所有关心他的人表示感谢的视频。面对着多家海外媒体，谢利健说：“感谢美国及全世界所有关心的朋友。”他说呢，包括网上以及现实中。 所有朋友都在关心着我，我并不孤单。大家的关心我感受到了，谢谢你们给我的力量，我们一起相伴。眼含热泪的接力剑呐、啊，对着镜头一度哽咽。他在表达感谢之后，深深的鞠了一躬，随后擦去了眼中激动的泪水。在另外的一段视频当中，接力剑仍然显得很激动。他说：“我相信，美国法律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法律是正义的，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迟来的正义的公道。大家知道啊，在习拜会之前，中共已经收买了海外侨团和旧金山那里的政府中一些人，来压制正义人士的抗议。对借力剑等抗议者呢，不仅是下了毒手，而且是进行抓捕，投入监狱。中共在海外制造的罪恶。 任何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其实都看得清清楚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向大纪元表示，在借力舰含冤被抓之后，民主人士就发起了声援借力舰的活动，仅一天多的时间就收到了九十六笔捐款，总额超过了两万多美元，而且陆陆续续还在进来。 除了美国的捐款，还有欧洲、澳洲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民主人士都是慷慨相助。世界多个国家、多个地区都有人声援、借力剑，这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心所向。虽然中共在海外有黑帮，但是我们看到正义的力量是遍地开花、扎根很深，而且这种正义的力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 不像那些五毛粉红是中共花钱买来的，利益关系会牢固吗？陈闯闯律师表示，对于完全站在中共一边的旧金山警察局律师和正义人士正在筹备准备起诉，而且呢还会利用这个机会转手为攻，趁机搜集一些亲共暴徒的信息，提交给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陈闯闯表示啊。 在知道哪些人是中共派来的之后，可以弄清楚他们是哪些侨团招募来的，经费从何而来，怎么分配这个经费的，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调查，由此对中共在美国的渗透进行一个反击。如果说这件事儿让我们看到的是海外人士的凝聚力和这种抗共的决心，那么香港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和精神。 同样令人称道和钦佩。昨天，香港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在立法会表示，有五百三十五名非公务员雇员拒绝签署宣誓声明，已经全部离职了。杨和贝表示啊，根据统计数字，有一百四十九名非公务员合约全职雇员和三百八十六名非公务员合约兼职雇员，所有这些人。 都拒绝签署宣誓声明，已经全都离职了。大家知道，香港政府呢在此前要求，凡是在二零二零年七月一号或之后聘用的非公务员政府雇员，必须要签署声明。签署什么声明呢？声明中包括这样的内容。 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等等这样的内容。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拒绝签署声明并离职的人，都是反对这个声明的，反对基本法的。他们不愿意为中共的红色港府效忠尽职，所以宁可失去工作，也不签署这种出卖良心、出卖灵魂的声明。香港人的气节精神。 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公务员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三十号，共聘用九千四百六十八名全职非公务员合约雇员。这个数字与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号的高峰期相比，减少了大约九千人，将近一半，降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九。 很多网友啊，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纷纷为香港人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他们有骨气、有立场，被自由浸染过的灵魂依旧是高昂头颅。有网友表示，香港真的令人钦佩，普通人身上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还有网友表示，由此可见中共政府有多么不得人心，一系列政策让香港人多反感、多憎恨。前天呐、啊。 也就是周日的晚上，我呢很有幸跟香港知名媒体人程翔老先生啊坐在了一起，聊了一段时间的天儿。曾经被中共冤判、关押五年的程翔先生，对中共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也对香港的前途有着独到的见解。程翔先生表示呢，虽然香港政府已经被中共控制了，对香港实行着红色高压统治。 但是香港人的抗争精神并没有泯灭，狮子山精神依然是存在的，香港人依然有着坚定的信念。程祥先生对香港的未来是充满了希望，他认为在解体中共的这条路上，香港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说：“楚随三户，亡秦必楚。” 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且订阅我们的节目，同时要加按小铃铛。那如果您想支持我呢，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或者呢，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会员节目，也可以到干净世界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那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明天再会。